好的，我们再来打我们的 Super Mario Run， 先来把在广场上面可以获得的东西，我们都先得一得啊。礼物盒里面没有东西，奖励小游戏，来吧。这一次各位猜上面还是下面呢？宝剑呀！对啊，我猜第三个，一块钱钱而已，垃圾。不过我们得了三张拉力券，真是蛮赚的。Mario Number One， 任雪中啊！这个任雪都是任雪是多少？四小时啊！那么这新关卡什么时候才要出现啊？就是要得到一定的奇诺比奥数量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们今天来把第一世界打完。那么，开始吧。我们派出我们的奇诺比奥会跑得比较快一点。算了，没差，开始。是变大状态，确实跑得很快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出来？不知道走上面还是走下面呢？它这个非常的要踩死的。来，啊不对，我们先去走啊。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所以是上下上。上下上上，搞笑吗？算了，没差。好，这么一来，我们这样第一世界就打完了。火焰球能打吗 ？OK， 第一世界完成，得到十张啊。还获得了一个锤子是怎样？哦，不错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才会追加新关卡，在奇诺比奥拉力赛里面追加了新的世界的关卡。好，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打第二世界了。但是在打第二世界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粉金币全部都打完吧。其他颜色的金币是二周目的事情。上下上上，再一次，总之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前跑就对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完美。他一定要我踩这个的。这
么样？相信通过，相信通过。那么再来的第二世界就是付费内容啦。哦，这里原来有礼物哦，我都不知道呢。OK， 再获得两张拉力券啊，然后，第一世界完成再获得100块钱。第一世界，啊 ，OK， 我们通关成功了。啊，这里有那个、啊、任务列表，还是我一定要用电脑切？任务领取。登录5位、10位的好友，这个我还在弄哦。我到时候弄完了，我会公告的。好的，那么拉力赛有新的关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关卡。我们有蓝色的奇诺比奥跟绿色的奇诺比奥了。来，我们就一关一关打。其实这个关卡我都没练啊。好的，完美完美。这些关卡我都没练啊，所以我都是盲摸的。好的，无敌星星，直接吃起来。哎，什么？他居然没有帮我吃金币啊！啊！你看我这个操作，啊，这里好，这里比较搞笑。非常明显的，我获胜啊，零分。可笑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打另外一个关卡，只会给红色跟绿色，其他颜色奇诺比奥，还有后面还有两个颜色奇诺比奥，应该都是需要打完第二世界。那我们就尽量做出不错的动作。得到越多金币越好哦，听说是这样。听到是奇诺比科讲是这样的，得到越多金币越好。我们确实走得比较快。
我看这个操作多溜啊！这操作真是非常的溜，滑溜。太烂了！怎么还是只有六分？这个到底在干嘛？笑死，连战都没有。等一下他连……那我得不到他的，他的药那个，算了，没差啊。我们需要蓝药剂的房子，我们需要蓝色的药剂，还蛮多的蓝药剂。有那个头像其实会比较困难一点哦。那个奇诺比奥，我可以全部给我。还是红色给的比较多。好的，我们挑战了各我们之前玩的三个关卡，所以之前三个关卡的拉力赛，现在我们要来挑战今天的 Remix 10，我们要使用我奇诺比奥。在第五世界的时候会给，在第五世界会给奇诺比奥，但是我们已经有了。有点坑哦。那么在 Remix 10里面啊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所以各位不用紧张时间，想在里面待多久都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的钱还是很重要的，为了使出我们的无敌星星流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可以再使用第二颗星星了。
我这个好像没有多少的金币啊，快点！哎呀，他怎么往后跳下去了？我们得多点金币就多得一点。好，就要这样跳啊。零星星，好，结束。好，二等的水管，还蛮辣的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完成了这个区域。啊，下一个又是使用奇诺比奥。怎么刚刚好直接给三等的这个什么倾斜岩石？我们总共有很，我们有非常多东西要收集哦。我们可以收集那一些。我现在奇诺比较数量比较多了，所以音乐有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都会至少放一个啦。我这个是放啊，那我把这个水管改黄吧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再来玩一个关卡。我们来玩我们没有玩过的第二关卡。这个第二关卡我其实都没玩过，因为从这里开始都是付费的了，我就没玩了。我靠！等一下，你直接把我传过来。我靠！这关有点花时间啊，但没关系。好，现在结束了。
我们竟然少了三颗。我知道有两颗我略过啦，但还有一颗我倒是没看到。啊，这害羞幽灵也能打哦。再打一次，再打一次，我们来把粉金币给得了。这一关跑拉力赛不知道发生什么哎呀，死掉了！哇 ！OK， 我知道怎么走了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是不是竟然还藏了一个？我靠！这他们这个要怎么得啊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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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没命了。我才不需要无敌泡泡嘞！我这一关比较有戏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要在这里走两遍。这里下来，然后在这里牺牲一下。错了。来，这个门，这最右边的门才是真的，这个门没有动。屁啊！我这样我也能死屁嘞！好，可以。有，哎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拉力圈应该是用不完啦。
那么要得到新的关卡，我们拉力赛得到新关卡，我应该要把第二世界打完才有办法得新关卡哦。那么，我们今天再来打一次 Remix 10，应该就可以结束了。在一个地方会给礼物哦。开始给这个关卡，开始给后面的关卡了。等一下，这要怎么抖？这要怎么抖啊？不对呀，这敌人这么多，这是要怎么不死？那个 Cross One 真的是很奇怪。哎呀，少一颗了，我被引倒了，我靠！哇，他那个叫什么德啊？我操！这么高，哇，这算第一颗哦。输油，还有无敌星星，还有无敌星星的哦。好，结束了。垃圾。开启配置，在王国后，在 Remix 10所获得的建筑物会装饰，会自动被配置在王国里面，所以当王国。OK 啦，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，我们今天就先打到这边咯，我们明天可以继续再来往下打哦，我们今天打到2-1结束，明天见了，大家拜拜。